发财已经这样趴着半小时了，小美呢就这样傻坐着陪他，没办法，这就是恋爱脑。发财，发财，很热了，进来吧。你趴了那么久了，进来。对，小美也进来。狗狗的肉肉到了，买了兔里脊、鸭胗肝、鸭大胸、鸭小胸。他们家的牛肉不是很好，我只买了小米龙。牛肉还是要去山姆买比较合适。鹿肩肉我觉得还行，只是发财不是很喜欢。这次买了猪猪的这个部位，可以勉强凑合一周。小美一天三顿里，早晚还是狗粮。开心不？有肉肉吃啦，有肉肉吃啦。一个上午忙活完，发现小美的睡姿很是独特。看看另一个爪子是什么姿势呢？小美睡得很安逸呀。此刻我柔弱的老公醒了，他肾结石发作，于是贤妻下厨给他做饭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丰盛？我简直太贤惠了，自己都被自己感动。老头肾结石发作了，你就让他吃啊，不要去抢他的，好吗？最终蹭到一口全麦面包。什么气啦？疼，不是叹气。这是人间美味啊，你在享受，知道吧？瞪啥眼无视。这顿 brunch 怎么样？价值98元吧？是吧？多么美味呀、啊！他妈疼死了！我还要跑回家去买。发财，如果我做这么一顿给你吃，你肯定很开心的，是吧？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吃。很多朋友问我财哥的皮肤炎症是什么中草药，就是这个英国的 Dorwest 大蒜片，每公斤一片的量是日常保健方案。发财都是把药搬开塞肉里，小美就不用那么复杂。蔓越莓粉，鱼油，这瓶吃完我就要换成胶囊的。财哥的关节炎保健品，柠檬酸钾，财哥一周两次，小美一周一次。城市秘制蔬菜汤全部倒完，明天我要炖鸡爪冬瓜汤。人工拌匀，准备吃饭。真是一整天都在厨房啊！晚上给老头炒虾仁，看看我的厨艺怎么样？虾仁个个饱满，一看就是很好吃。我又被自己的厨艺给感动到了。母老虎就是喜欢自我感动，这虾仁就是预制菜，连调料都不用放，说不定狗进了厨房都会做。你们就发个评论表扬下他吧，毕竟他活了这么大年纪，也没人夸过他厨艺好。